茶叶在里面 ，shake 之后呢，茶香就跑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把盖子打开就闻茶叶的味道，有蜜香哎，你的有，只有老茶才有，你那么小气啊？好，然后就把盖子盖起来，这样可以啊？可以，很标准。泡的比早上还好喝。好，是吗？真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